我现在已经保持最佳状态，放心，青春期早过了。可是，一想到小鹿，我好像就回到了8年前。怎么不是青春期？女大十八变，小龙看见你肠子都悔青了。可是他要是变了呢？变得更酷、更瘦、更英俊了怎么办？ Hi, baby. 李佳，你眼睛没毛病吧？这货也叫英俊？怎么了？难道不是吗？小龙，你一点都没变。李佳，你变了。变老了，你跟8年前没法比。谢谢啊！啊，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关谷、一菲、悠悠。Hi baby。Hi 小龙。哎，我更喜欢我的车迷们叫我的全名“龙在天”。我们又不是他粉丝。干嘛一副臭气凌人的样子？冠军车手嘛，总要有点范儿的嘛。可这个冠军好像没怎么见过世面吧？先生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我骑车不喝酒。现在这个酒吧，我跟你们说，太坑爹了！一瓶啤酒30块，就那么一点，神经病吧，这不是？还好我自己带。我们这里百家德可以续杯的。不早说，你这个人啊！服务员，续杯。这说明他节俭和不拘小节，是像风一样的。这下子一贯作风，可我还是觉得他没有魅力。你在他面前也太没自信了吧？而且你没发现我们一直在帮你吗？龙先生，美嘉可是我们的骄傲，他现在可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医务工作者。我就负责给宠物店开门，给一些猫猫狗狗洗洗澡什么的。美嘉，这几年混得很一般呢。那什么小龙虾啊，不是小龙人。那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呀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小龙是个赛车手。哎，赛车现在只是我的副业。副业都这么辉煌了，那主业还了得？我现在在一家水上乐园工作，我主管的部门是男士更衣室。搞了半天，你就是个看衣柜的。我不想炫耀的，是你逼我的。我主管的男士更衣室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，为此我还蝉联了多年的最佳员工称号。你真棒。Mother， 更衣室能发生什么事故？你不懂，隔壁的女更衣室经常发生内衣失窃事故，但是我这边从来没有。不服你试试。先别说这个了，小楼，你看上来了没有啊？一会儿让大家看看吧。街上条子很多，所以今天我开的是自行车。没关系，你带我去兜风吧。小龙开车可快了，嗖嗖嗖嗖嗖。美嘉，我们理解，小姑娘不懂事，都会迷恋几个叛逆的不良少年。可这都8年了，你也该冷静一下了吧？可是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变。一见他，我就控制不住。他都二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在他身边，我一直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美嘉，要不你也做一套压力测试题吧，很准的。
小布，没想到你居然还会来找我。那是因为我们缘分未尽。你胸口绑了个炸弹吗？不是，只是个心脏检测仪罢了。讨厌，害得人家整晚都盯着你胸口看。妮妮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心跳女孩？放弃吧，她不是。你的心跳没有任何变化。好吧。对不起，我最近心脏不太好，所以乱说话。你能帮我买点保心丸吗？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刻起，我就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小布，我也是。也不是，比刚才那个还拼。没有啊，我说的是你的心电图。怎么回事？一个都没有。你一共见了28个，可心电图一点变化也没有。不行，这些都是过期货色，已经吸引不了我。你哪儿去找新的？哎，有了，既然是真爱，不能光看外表，还要看内在。如果有女孩愿意为我做一些伟大的事情，说不定就能感动我，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我的心跳。什么样的女孩能感动你？也不算太难，比如有钱、愿意养我、豁达、不介意花心、美丽。30岁之后有整容计划，活泼，愿意陪我一起玩飞行棋，还有这，光是这些就没人做得到。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如果有谁肯答应，我一定会心动的。快点，亲爱的，第一天上课我不想迟到啊。为什么上减压培训班？我觉得很有压力呢。两位是来上课的吗？是啊，快进去吧，已经开始了。快点。所以说，这个阶段的女性压力往往都会非常大，大家不妨说说看自己最近都有哪些变化吧。好像大家都挺严重的，可怎么都是孕妇呢？女人怀孕了，男人的压力能不大吗？进来的二位，你们呢？哦，对，我最近觉得压力特别大，却又说不上来是为什么，所以。我去超市捏方便面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我是问您太太，她的压力应该比您大。哦不，她是满分，我没她厉害。还有，我不是她太太，我没结婚呢。没结婚，这可不太提倡。老师，既然我们压力都那么大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尽快摆脱她？不用着急，无论如何，9个月之后都会过去的，不必太担心。9个月。这么长，那你希望是多久呢？广告不是说1个月吗？您看错了吧？猪的生产期都要114天呢。啊，是在骂我们吗？好，现在呢，我来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临床方法。首先是呼吸法，请大家侧身坐到垫子上。呼吸就能缓解压力？我来试试。二位，你们的位置反了。没事，他不行，我来吧。大家现在听我的口令，双手后撑，头部后倾，双腿分开，骨盆微微抬起。好，请大家吸气，呼气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哎，好像真的有用哎！想象一下，下身像一朵绽放的花朵。
奇怪，悠悠跟关谷仁呢？各位同学，欢迎参加减压训练班。我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压力，可是这些压力从何而来，你们想过吗？我总结了一下，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事、朋友、前同事、老同学、前女友的现男友、现女友的前男友、现女友闺蜜的男朋友，以及父母朋友的子女。随着压力的不断积累，我们就会产生日趋严重的反应，甚至会迷失自我、否定自我、逃避自我。瞎掰吧你！比如这位同学，他把自己隐藏在墨镜和鸭舌帽的下面，可见他的心里充满了自卑，急于逃避现实。其实，缓解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的倾诉。这位同学，请你上来，把自己的烦恼跟大家说说。来，掌声鼓励。老师，我没什么烦恼，我就是走错教室了。今天一共就两个培训班，你怎么会走错教室呢？哎，对啊，我报的就是另一个培训班嘛。那是助产培训班。撒谎和逃避，这就是压力的典型反应。你很严重的。你才严重呢。你看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这也是逃避的反应。老师，讲真的，我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，真的。别怕，我们有很多非常有效的办法可以使你打开心扉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勇气尝试一下？来，掌声鼓励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，不仅可以测试你的压力指标，还可以通过电击帮你突破内心的防线，释放自我。电击？是啊。你们猜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小龙骑自行车撞死了？不是，他来公寓找我了。来啦！小龙，自从再见到你，我才知道当初我丢下你是多么错误的决定。真的吗？我知道有些唐突，但我真的很想跟你再续前缘。我能约你吗？他约你出去啊？太好了，这是最佳的报仇时机，羞辱他，践踏他，蹂躏他。哎，虽然有点邪恶，但这是他自作自受。嗯。亲爱的，这种男人不值得你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可是八年了，人总会改变的。再说了，我能找到真爱，说明子乔的诅咒根本不灵验，我才是笑到最后那一个。你们不为我高兴吗？爱惜吧，爱惜吧，我真的压力很大。老师啊，我从小爱惜，我就有一个宿敌，他叫做别人家的孩子。他天生脾气就很好，天天就知道读书，长得又那么帅，每次考试都考年级第一，西班。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？
I do it, but no use。长大以后，他还交了一个又正点又有钱的女朋友，研究生、公务员全考上了。而我呢，我跟我的前女友谈了8年的恋爱，她6年都在骗我。什么？我在家里被室友欺负，在单位被领导欺负，他们都虐待我，我简直就是多余的，是吧？是不是刚才这电压太大了吧？不会啊，继续来啊！展博，我说你破仪器是不是坏了？一切正常。那为什么我都海选了100多个，我的心就没跳过？美嘉的诅咒真的灵验了，抱憾终身无伴终老。我刚才听他说小龙跟他表白了，按照这个趋势，他的诅咒真的会压过你的。我呸！时间还没到呢。可无论新婚还是旧爱，你的心电图都没什么异常啊。这只能说明网撒的还不够大。哎，我有主意了，你妈。你想发展我妈？有没有问过我爸？我是说他可以帮我，他不是开了个相亲事务所叫丽春院？你想干嘛？他的数据库里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候选人，我把要求提给他，他的电脑一定能帮我搜索出一个能让我心跳的女孩，这比一个找快多了。你疯到去相亲？只要能赢，别说相亲了，干啥都行。走，我妈的电脑会死机。前面的开反了，我早第一了。而且，我跟你说，下一次我让你坐我的车，保证让你嗨翻掉。哇，真的可以吗？怀念当初的感觉，没想到我还能坐你的摩托车，在背后抱着你，感受风的速度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件礼物，一直都想给你。这是江湖传说，用16颗星星穿成的手链。可以保佑爱人平安，也象征着心之所属。8年前，我亲手做了它，早就想送给你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这比 Carrie 做的好多了。Carrie 是谁？哦，我一个飙车的死党，他也有一根。美嘉，作为回报。我也给你一份礼物吧。爸爸妈妈们，你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第一声啼哭，因为这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这个？看了刚刚的科教片，相信大家对生产过程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。大家谈谈感受吧。这位太太，很温馨，但是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帮助。看来你还是没有进入角色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——模拟演习。就请你们二位吧。这样的话，相信你们会对生产过程有更直观的感触。模拟什么？生产过程啊，我们一起看他们二位的表演，当中的我们会进行详细解释。表演？啊，太好了！你那么兴奋干嘛？没想到简牙万一有上台表演的机会，不就是孕妇吗？我肯定演的比电视里的强。首先我要讲的是阵痛。啊！啊，不
流血也太快了吧！我是专业的，生理的疼痛和心理的恐慌我都能驾驭啊！不对不对，这是错误示范。作为产妇应该平躺，你这样满地打滚把羊水都弄破了。啊？哦。啊！不行了。接下来是用力。没问题。嗯。用力不是发功，需要摒气。你这样摒气会把孩子憋死的。你要有节奏，小腹用力，让胎儿360度旋转，通过耻骨。这怎么表现啊？深呼吸，我刚刚教过的。吸气，我是让你太太吸，你吸什么呀？不对不对，像刚刚的那样，头向后靠，盆骨放松，下身像花朵一样绽放。差不多吧，坚持1到2个小时。胡了吧，我们只是来演示一下而已。好吧，跳过。呀，孩子肩膀出来了，爸爸快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完了，孩子掉地上了。啊！小心，你踩到孩子的头了。这样可以了吧？脐带都没剪断，你把妈妈的肠子都拉出来了。孩子又被你扔地上了。怎么样？现在觉得有帮助了吗？太有帮助了，和生孩子一比，我们那些压力都没什么了。是呀，顿时觉得好多了。您这招降压的方法太有效了。降压？这个时候有压力其实也很正常，不过别担心，也欢迎到我们隔壁去报一个减压训练班，我们培训中心会为大家提供全套的服务。可这里不就是减压班吗？这里是孕妇产前训练班啊。哇塞，烈火战车啊！怎么样，专业吧？小龙答应我，今晚就带我去重温贴地飞行的感觉。飙摩托车太危险了，会闯祸的。哎，所以我在小龙那里买了全套的装备。好多钱呢，美嘉，你怎么变这么天真了？我知道恋爱会让人的智商降低，可降这么多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。虽然吕子乔也不是什么正面人物，但至少不会拿你的性命去开玩笑。你们这是嫉妒我找到了真爱？你确定，你对小龙还有心跳的感觉？嗯，等刹车失灵的一瞬间一定会跳的。你虽然说话怎么那么像我妈呀？那是因为。你现在就像是一个迷恋不良少年的16岁少女。不是少年，是大叔。你们，我能找到心跳的感觉，我容易吗？这些都是小龙给我的，我不然指望谁？吕子乔吗？你们不用管我，我自己会负责。哎，这孩子，你管管。妈，哦，不对，姐。你太优秀了。吃完我们就准备出发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美嘉，计划有变，也许你要等到我回来以后了。你又要去哪儿啊？你知道，我是一个追求速度的男人。
这次呢，我要去非洲来捍我江南车王的称号。你会懂事的，对吧？等等，你不会又打算甩了我吧？就同一个理由，还是吃完同一盘铁板烧之后？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一次的，震死我！跟你一起去。妈，听话一点。我是认真的。啊，好了，那我跟你说实话好了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上次，还是这次？两次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江南车王，我的摩托在八年前也早已经被交警充公了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离开我？因为 Carrie。可是那不是你的队友吗？他不是我什么队友，他是我的女朋友。我也不想伤害你，但是在八年前他告诉我他家修了一个游泳池。你懂的呀，没有人可以对游泳池 say no。那这次呢？一个新的游泳池。他昨天告诉我，他家又新买了一个按摩浴缸。你懂的，没有人可以对按摩浴缸 say no。哈喽，暖。小贤，你怎么会去参加减压培训班呀？看不出你压力这么大。我怎么会？你肯定不是我了。哦，林丹打羽毛球的那个，你肯定搞错了。是吗？我拍了照片和视频。我错了。你不会发到微博上吧？我已经躺地上了，你都别再摧残我了。我只是觉得你这样也挺好玩的嘛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删掉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也要去减压？没什么，人嘛，多少总会有点压力的。好吧，不想说就别说了。啊，对了，回头咱俩去喝一杯吧，比那个什么训练班有用多了。不了，我平时只喝水，不喝酒的。不好意思 ，Hello， 是我诺兰 ，Liz。刚才大家都对自己的压力进行了一个自我评估，老师很惊奇。全班唯一一个合格的同学，居然是这位曾同学。他很好地将自己的情绪压力控制在了50分以下，这一切都归功于昨天的电击疗法。今天，谁还想试试？电你个头啊！我酒还没醒呢。喂，展博，看到没有，我心跳是不是很快？真正的心跳是瞬间的，你有个明显的加速趋势，而且深蹲属于作弊行为。你已经杀了我吧？你走运了，你要的心动女孩，我妈的相亲事务所帮你找到了。真的？我妈怎么就那么喜欢你？为了帮你分析数据，事务所烧了3台电脑，检索了20万人才找到。自己看吧。哇，
肤白貌美，前凸后翘，城市口音，热情奔放，收入丰厚，花钱大方，没心没肺，不怕蟑螂，接受整容，长生不老。关键是，他还擅长各种版本的飞行棋。我爱死你了！不愧是开婚介所的。忘了说，唯一不巧的是，他马上就要去旅行，所以你只有一个小时，足够，剩下看我的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小姨妈，借我点钱，我要去机场。小姨妈，喂，看到悠悠没有？你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透露个秘密给你，我找到心动女孩了，现在就差临门一脚，我赢定你了。哈，恭喜！你怎么不骂我？咦？你的眼睛出汗了，小龙吃完铁板烧之后跟我分手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都是八年前的事情了。不，是昨天。真的？这当中不会有诈吧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什么游泳池，什么按摩浴缸，什么破理由，我怎么那么天真？当时天真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有第二次。行了，你被摔早就不止两次了。Sorry， 你不就是想赢我吗？算你赢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想找回当年的感觉，想回到八年前，哪怕是假的也好，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好。真傻！回到八年前，那两年之后，你又会重新遇到我，这不是你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吗？至少现在噩梦都结束了。谁年轻的时候没爱过几个人渣？我是说，别在意，爱情不是时光旅行，所有人都想回到一开始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做到。过去的。就让它过去吧，该放下的要学会放下。可是小龙拿走了我亲手做的手链，他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带走呢？事儿，我帮你要回来。可是他明天就走了。他在哪儿？你就是小龙人？什么小龙人？我是龙在天。龙在天，我还安在旭呢。美嘉说有个手链在你那儿。我来替他要回去。我女朋友给我的定情信物，我凭什么给你？她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？八年前就是。不信你去问她。美嘉真是年轻无极限啊！碰到你这么个混蛋。混蛋骂谁？混蛋骂你。没事，反正我也是混蛋。不过你搞清楚了，现在是一个英俊的混蛋，再骂一个猥琐的混蛋。英俊这两个字向来都是别人羞辱的，是吗？那你不仅侮辱了美嘉，还侮辱了这个词。兄弟，我冒昧的问你，
你是他谁呀你？我是他钱，花钱雇来的打手。麻烦你把东西给我。你还想动手是不是？你还想动手啊？你先不要动哦。你先不要动。我发现你不仅侮辱了英俊这个词，而且还侮辱了猥琐这个词。那人打架戴头盔的，你来试试，你来试试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哇！现在到我了吧？疼吗？没事儿。一大把年纪了，学什么不良少年啊？吃亏了吧？你以为我怕他呀？有种裸露头部再来一局。那你还往人头盔上打？我就看那头盔不顺眼。别看他脸没事儿，我保证他七天之内颅内出血，脑伤不治。我赶过来的时候，刚好看你们扭在一块儿，真不知道该帮谁。不用帮，我可以破防。两个都是混蛋。混蛋打混蛋的场面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蒙在地上的时候，我好像还踹了几脚。什么？哦，谢谢。喂，别想太多，我只是看不下去。我说你哪儿找来的怪咖？丢自己的脸也就算了，连我的脸一起丢了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说我是他的替代品吗？你见过用梁朝伟替代曾志伟的吗？你比他好不到哪儿去，至少我比他帅呀。但八年后，说不定你还不如人家呢。嗯，我好像看到了。承认了吧？我是说，我左眼好像能看见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忘了？我是你表哥啊！胡说你！我可不是为了帮你，我只是想证明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欺负你，别人没门儿。以后记得照顾好自己。别再有下一次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喂，曾小贤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主持？洛兰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以为他请假了呢。没有啊，我打他电话也不接，他可从来没有旷过工，是不是你惹到他了？
怎么可能？你就别老往坏处想了，估计出车祸了吧？你帮我去他家看看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诺兰，诺兰你在吗？我是小贤啊。诺兰，哎，诺兰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客气，随便坐。坐哪儿？那好了，诺兰，你喝醉了，没事吧？怎么搞的？没事儿，正好我一个人无聊。你陪我，我去给你拿被子。被子不大合适吧？没关系，反正也没有人知道。我说的是杯子，陪我喝两杯而已。杯子。怎么还是被子？呀，搞错了。哎，诺兰，你真的喝多了，你先别说话了，我帮你请假，你先休息几天先好不好？过几天，过几天，温森就回来了。温森是谁啊？我老公啊。你老公啊？你结婚了？那我就更不能待在这儿了。这是。别怕，两年前，温森就想跟我离婚了，我求他，他不肯。我就偏不签字。按法律程序来说，要先分居两年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。他说要回来跟我谈离婚的事，来嘛，谁怕谁呀？哦，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减压的，那你老公诺兰？诺兰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终于也抓到你的把柄了。牵上面，闭上双眼，梦里的相见，看着女孩子般微笑的脸，再靠近一点，幸福无限蔓延，心开始悄悄在改变，你是否用心发现？我猜你也想看。有你。